谢谢大家溜溜，大家领这外滩走一走，舒服凉快。对呀，我是让他好好提升。边涵干是有个紫砂人，谢谢大家的留言。运完了，看来就在这里。这个纸扎人，我看他站起来的。好，停止骂了，现在好像不在了。停止骂了。刚才我看他，刚才我跟你说，这绝对不是说灯光的反光或者干嘛的。刚才绝对有个东西在这里，而且他还站起来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，他纸扎人还站起来的。啊，这不是我主播带的节奏，也不是反光啊，绝对是那个的。另外那火有没有？我操，又跑到那边去了，又跑到那。又跑到那边去了。他这是啥意思？妈了喵！他这种害人的，利用别人亲人的尸体来炼制僵尸，利用别人的亡魂来炼制小鬼的人，谁不恨他吗？他炼制的那种小鬼都是别人的亲人，他利用那些尸体来炼制这些半尸半漂的，都是别人亲人的尸体，谁不恨这种人吗？嗯，不让别人入口。欢迎绿色网红哥。所以，你说吧，像他这种，你说是吧？不用去对他太客气。欢迎星辰，谢谢风月禅。前面还有个在左边。大家能支持的支持一下啊！是不是要能支持的支持一下？